哎，关干嘛干？哥，我看天的才这个的，啥子还抖的？连板那个油脚。那你看呢？这儿捡个便宜，两块钱捡，划来吧。也可以。下去。搞它来。嗯。油脚，先烧嘛。先烧嘛。油毛最难的烧，要烧几次才烧得干净。烧半天，终于差不多。现在把它那个爪子这里给剁了，这个地方不能起。这个跟指甲一样，一烧好香，但是不能起，因为它全拆拔了。把这个牛角剁成两截。两根牛角砍了四截，来把它洗干净。用清洁手把上面那个核的全部给它抽掉。这么一大坨起起来还是比较爽的，咱还搞点小酒一喝。这个牛皮烧过之后，它都蛮香，我觉得下次直接把这牛皮烧了吃看好不好吃。焯水一个，烧水，牛角冷水下锅，料酒去腥，来点印度辣椒、花椒、桂丁儿。桂皮、八角、山楂，焯完水捞出来，开炉，再烧水。生姜，配好的香料辣椒，加盐、酱油，洗干净的牛肉下锅。卤一个小时把它卤熟，还来一点料酒去腥，剁点大蒜，大蒜剁碎备用。这个牛角也煮熟了，把它捞出来。哇，它好重。起锅烧油，把油烧开一点，油烧开了把牛角放进去煎一下，用小火慢慢煎，把那个牛角把它煎香，放入辣椒面，大蒜忘记拍了，把大蒜辣椒面煎香，来点芝麻，来点小葱，起锅，我喜欢啊。
你这啥叫啥？哎呦，我回来了，烧稀都嘎半天，有猪，开始煮完饭一看还没趴，又继续煮。我吃过。嗯。便宜那块。趴了。好。嗯。像这边是卤的。嗯。嗯，重量的牛肉嘎到位，知道空气吗？嗯，你说不怕？嗯，拔牙吃的玩意儿，全是胶原蛋白呗。嗯，连牛筋都要用了，牛筋。真可乐，嗯，哎呀，好辣的一块辣椒面，好多。我觉得它那个筋蛮好吃。嗯。我就把这把它打出来了，哇。嗯。好嫩。嗯。哇，这我那个筋还在那下面呢。全部是筋吗？嗯。嗯。嗯，把嘴吧。把这筋切来。嗯，搞一个什么手擀面呐，什么人面呐，肯定蛮好吃。牛筋面呐。嗯。嗯，好就可以。嗯。哇，好啊。二十五。嗯。